妈，你这怎么了？您跟我爸因为什么吵架呀？怎么还哭了呢，妈？没事儿。小橘子，你们鼎华是不是出事儿了？这到底是不是你们公司的责任呢？这影响面大不大呀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您是因为这事儿啊？哎呦妈，这是公司的事情，用不着您操心啊。而且再说了，这不管怎么样也不可能波及到我，又不是我部门的事情。妈，咱不担心啊，不担心。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？妈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把咱们家的钱全都拿出来去买了鼎华的股票了。全？我不是上次听你说吗？你说你们公司有个产品，它要上市了。你说你这每天加班加点的，究竟在忙什么呢？我这不是公司有个新产品发布吗？这可是鼎华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。那你们公司的项目如果上市之后，这鼎华的股票一定会暴涨。我就觉得你们要是这样的话，那鼎华的股票肯定会涨。我就想着拿这些钱去做个短线投资，想赚点钱。你爸他是不同意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呀，所以我就自己偷偷的去买了股票了。可是现在跌停了。你想泡都泡不掉啊！妈妈妈，全都买了什么意思啊？您是买了多少钱啊？我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，全都让你妈拿去买股票了，这就叫贪得无厌。爸，您少说两句吧。妈，妈，这事您别太上火，钱没了就没了。不还能挣吗？我的工作啊挺稳定的，爸的公司也照常运营，没事的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再说了，这鼎华也在想对策，不可能就这么跌停下去的。真的，真的会好起来吗？能，当然能的。我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啊。你哭不哭？行了行了，别没完没了的，你耽误孩子休息吧。你少当着儿子面吼我啊！是是是，我是背着你去买的股票了。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告诉你，欠你的钱，我会一分不剩的我还给你。我拿什么还呢你？啊，儿子，你休息休，没你事。魏主任，你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林总在不在？林总还没来公司。他不在公司。这次事故，药监局高度重视。林总不会觉得这样就会躲过去了吧？您误会了，林总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先带您去会议室休息一下。嗯，这边请。陈总，咱们之前是有协议的，对吗？事故的原因对外封口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要跟药监局说这是鼎华的责任呢？我们自己都还在查，你凭什么这么确定的，对吗？那你这叫什么话呀，张总，对吧？不是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行为叫什么吗？你这叫背信弃义，对吗？合作了这么多年了，基本的默契跟信任都没有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合作可以到此终止了。在没有查明事故的原因之前，我告诉你，鼎华对你保留起诉的权利。进来。
陈总，这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。我跟所有的合作方全都打过招呼了，我真不知道那个姓陈的为什么突然跳出来咬我们一口。现在先不说这些了，药监局的魏主任已经在会议室等我们了。我们现在要尽快想出办法渡过这一难关。林总，现在的情况是，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查清楚事故真相，药监局那边只能想办法拖着。你有什么想法？ 哎呀，魏主任，让您久等了，我们这刚开完董事会，辛苦您，辛苦您，来坐，坐，好，坐。林总，魏主任，您辛苦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那我就公事公办，有什么说什么了，希望林总您不要介意啊。咱们都是老熟人了。 而且鼎华也希望尽快能查明事故原因，所以一些个繁文缛节咱们就省去吧。您觉得呢？哎，这样最好。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吗？那还是我们先开始。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林总啊，这不单是直接责任人郁浩然不在，技术部。 连个代表都没来，就您、庞总和苗总。您刚才说想查明事故原因，可现在给我的感觉，可不像啊。情况特殊，请您见谅。魏主任。 这是鼎华关于这件事情的初步调查报告，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写在文件里了。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态度是值得肯定的。可这份材料啊，少说有100多页，里面有多少是无效信息？您刚才说情况特殊，那既然我们来了。 您就亲口跟我们说一说，具体有哪些特殊情况？魏主任，目前我只能这么告诉您，鼎华的所有项目都属于严格监控范围之内的，所以再特殊的情况都可以内部消化掉。这份文件里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、几种可能性都已经做了详细的报告。 这个怎么样了？还可以，就是需要核算的数值量太大了。辛苦了。这个多久会有结果？不好说。现在这个进度来看，可能还需要24个小时吧。你自己掌握好节奏，也得适当注意休息。这次的核算不能再出错了。你放心了。能听说怎么有钱局来人了？什么事儿？这个你放心吧。 还有我们呢，你只需要好好带着你的人，做好核算工作就行了。啊，王总，调查结果。 宋局，请进。宋局，有事吗？我有一个事一直想不通，想跟您聊聊。坐吧。我们这次这个案子查了这么久，但是，对方好像永远踩在我们前面一步。
无论马上在鼎华内部给我们提供多少线索，我们永远是在滞后的状态。这些话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跟谁说，但是我现在突然怀疑是不是我能力有问题，宋局。安静，首先我要告诉你，你的顾虑跟你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，是心态问题。你入行到今天接手的案子都太顺利了，当然了，这也说明你的能力很强，但是也造成了你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。但是现在的被动局面，并不是因为我心态失衡造成的呀。我这次进专案组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知道这次的难度会很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会迎接这种挫败感。那你是觉得只要做好了准备就没有失败的可能了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最为不利的起点出发，敌人画迷宫，我们走迷宫。你走迷宫的时候，如果发现前面是死路怎么办？退回到上一个岔路口，走另一条路。对呀，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也有可能是死路，但是至少我们排除了一个错误的选项。那您认为玉浩然这条路是不是错误的选项？这次的情况看来的话，他八成会离开鼎华了，以后也没有机会接触核心技术了，更没有机会实施犯罪了。也许吧，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想，如果玉浩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呢？那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疑点？就从玉浩然的本职工作出发，再想想。玉浩然的本职工作是高级工程师，他之前也接手过不少项目，能力也算是有的，所以他这次在这么关键的项目上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。那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怀疑玉浩然？之前是因为他为了逃避检查私自更换硬盘，极有可能是从他电脑里面泄露了鼎华的高层机密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次的行为到底是有意而为之，还是工作失误。之后密钥失窃，对方极有可能利用密钥解开了泄露的那些文件。那么，玉浩然的电脑里有可能有什么文件呢？玉浩然之前一直负责的是医疗器械这个项目，那会不会是说对方有可能已经解码了这个产品的所有技术数据，然后进行了破坏，在他递交厂家的过程中进行了调换？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原来您早就想到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有一些零散的疑点，是你刚才自己把它拼凑起来的。你做得很好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安静，其实这没什么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已。嗯，谢谢你。这件事虽然是于浩然工程师单独负责，但是整个监控系统……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鼎华完全不考虑人为失误的可能？医疗器械关乎人命啊，鼎华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你不要再跟我说流程了，我看先这样吧。魏主任，我有几句话想说。你说吧。报告里有大量篇幅都在说鼎华的保密工作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？保密工作是你们公司内部事务，不属于药监局考量范围。这个我们明白。鼎华的项目大多涉及 DS 材料，这属于国家严格监控范围之内的。我想刚才林总所说的特殊情况应该指的就是这一点。那好，那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下。谢谢。在玉浩然单独负责最终审核之前，
就已经有多名工程师分别进行过数据校对。准确来说，郁浩然只是负责最后的汇总。然而，对于人为失误的可能性，鼎华也是有考虑到的。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每一次进行的数据存取都会用到专用密钥解码。可惜结果还是不理想。我想强调的是，鼎华已经在各方面努力做到最好，但是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有很多种，甚至不能排除是人为恶意破坏，想要打压鼎华。如果是这样，那麻烦就大了。鼎华的不安定因素会给仪器的使用者，也就是患者造成直接损失，药监局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请您稍等一下，我刚才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。鼎华重视保密工作，绝不是为了弥补已经发生的漏洞，而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。这恰恰证明鼎华对用户是非常负责任的。这个我赞同，但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错。我向您介绍鼎华的保密工作，是想让您知道鼎华现在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，所以事故原因不能简单的归咎于个人失误或者监管不力。然而调查事故真相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说到底，您今天过来就是想确保鼎华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心，能够提供安全高效的医疗产品，对吧？所以你们需要时间进行彻底的调查。我看这样吧，今天的会啊也开得够久了，鼎华先暂停其他医疗领域的项目，先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再说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集中精力彻查清楚的。林总，三天之后我们还会再来，希望那个时候能拿到一份简洁明了的报告。你们工作忙，我们先走了，就不用送了。我带林总送你。嗯。魏主任，马总，姚总，听说药监局的人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暂时拖住了。但是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们要先暂停所有在医疗领域的项目。所有项目？只是暂停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这次事情不管药监局的报告怎么写，最后都一定会影响到鼎华，尤其是股市方面，所以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谁都无法预测。可就算能暂时拖住药监局的最终报告，股市的震荡依然是无法避免的。拖时间就是为了让林总和庞总去稳住那几个大股东，只要他们不撤资，鼎华就不至于崩盘。我这几天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股市，虽然还是一直在跌，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就放缓了很多，说明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。程雷那边怎么样了？最快24小时。他们会给出精确的复查报告。哎，药监局那边暂时拖住了，可这事故真相一直查不出来，我们也没法计划下一步怎么走啊。这事故的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他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我真的担心像苗飞说的那样，有人恶意篡改。韩总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还记不记得半年前有个国企派人过来跟我们谈入股的事情？我觉得这个方……这我仔细想过了，这绝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可万一到了最糟糕的地步，这是唯一能保住鼎华的办法。不是不是，林总，您听我说，
我相信您也看出来了，自打老苗走了以后，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想方设法拆掉老苗在公司留下的这些根基。我承认这里有我的私心，但并不代表我反对老苗留下的所有规矩。就他这一个判断，我无论如何都举双手赞同，并且坚持，就是坚决反对国企介入。真的，就这件事情，我一直是赞同的。您想想看，鼎华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打败了那么多竞争对手，靠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灵活性跟高度的自主权。如果你让国企介入，那我们不就失去了高度的自主权了吗？对吧？优势就没了。你就算留下来，那也是苟延残喘呀。您放心，只要咱们齐心合力，肯定能度过眼下的难关。我现在已经跟很多资方都在谈着呢。您再给我点时间，相信我。傅大勇那边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和您预料的一样，鼎华那边出事之后，傅大勇那边确实有点松动，虽然没有直接提旷世配额，但是一直在催他女儿出国留学的事儿。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能把这事办成，其他什么生意都可以谈。好，接下来我会逐一的告诉你下面做什么。只要按照我的安排一步一步来，傅大勇一定会答应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何总还有别的事要办？什么事情能比这个事情更重要呢？对，你是我的合伙人。我是希望你能学会独立处理好这样的生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先别急，我先出息一下啊，一会儿回来。哎，何总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就去见个朋友。这件事啊，你还真帮不上忙。好，坐着喝吧。好。
杨俊，何总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哎呀，没有，我无所谓的。这个，刚才朋友送的。哟，说是他自己的收藏，是吧？好酒。喝这个。哎呦，这是收藏品，就这么喝了？酒不拿来喝，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对对，哎呦，杨迅，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住了，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就一定没问题。是。真是好酒啊！那我再来点。以后还有我这留着。杨迅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个人才。一块上啊！先生，我先，哎呦，我先走。那我这就收着了，我走了，哥啊，哎，慢点啊，哎，好。辛苦了，我买了汉堡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，来，你们的，谢谢。给，谢谢啊。成哥，先吃个汉堡休息会儿吧。谢谢。没事。好，谢谢。大家辛苦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对，谢谢。成功。嗯。成功，您来看看这个。怎么？这完全是无效代码呀！玉工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你就是在栽赃我！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无意义代码，你还工程师呢？你怎么不找一个高明点的理由来陷害我？行了，都别说了啊！鼎华怎么可能有栽赃陷害这样的事发生呢？什么情况？出了事了都不知道在哪儿。手续核算结束了，我找到一串无意义的代码。你也不相信吗？刘浩然不服气，非说是成功故意陷害。刘浩然，你最近哪儿都不要去啊！公司给你安排了住的地方，等着公司对你最后的决定。彭总，你先不要说了，你听明白了。鼎华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，我知道你心里不服，明白我的话吧？行了，大家工作吧，都散了啊。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确实是我们给厂家提供的数据出现了问题。作为公司的高层，大家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想法。林总，我非常赞同您的判断，但是眼下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承认这个错误出在了我们这儿，那接下来的后果，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？虽然要承担责任，但是时机非常重要。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稳住股票。林总、彭总，我们现在可以打一个时间差，在公布事故原因之前。找到一个愿意为鼎华注资的合作方，至少还能抛出一个利好的消息。嗯，但其实这事儿我们也瞒不了多久。如果主动去承担错误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公关的运作来塑造我们公司的形象。如果这事儿是被动的话，恐怕连舆论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能找到注资合作当然是最好的。不过眼下这种局势，不可能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。我觉得眼下最稳妥的方式，就是要接受国企那边的。林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断您一下，
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，我坚决反对国企介入。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已经在跟很多资本谈了，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您相信我。大家辛苦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已经吃了。来，谢谢马总，谢谢马总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马总。不客气。来，来来，拿着钱吧。这给你。累坏了吧？这个好吃。没睡着，我就是闭眼养养神。吃点东西吧。那什么情况？这无效代码是什么意思？刚才我问苗璐，她也没跟我说明白。无效代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毫无意义、胡乱拼凑的代码。但这个事情是有点奇怪的。以玉浩然的业务能力，我不相信这种无效代码是他的失误造成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玉浩然是故意放了一段无意义代码进去，破坏数据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刚当上邹教授的助理，可以直接的接触 DS 材料人工合成的项目。啊，他在外面如果拿了好处费，故意的破坏，不对，这是逻辑上说不通的。作为研发人员，再大的好处也比不上一个接触新技术的机会。其实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想啊。怎么了？你不太了解我们这种人。虽然我跟玉浩然不是一路的，但我们都有最基本的职业操守，他也有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走路也磨磨蹭蹭。勇哥，哟，哎呦，累死我了！我是紧赶慢赶，生怕你们俩走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我特地赶过来告诉你，孟瑶出国的事儿敲定了。哟，不是说没戏了吗？怎么又就？这事儿我能骗你吗？咱找个地方说去。哦，我马上来。好。小杨，回房间等着我，别乱跑啊。把这拿上去。你这事就这么巧，我本来还以为……哇，对呀。谢谢。真的假的？孟瑶这丫头还真有学校敢收她。这样，勇哥，我先给您打个电话过去，您亲自问一下就行。好好。哎，你好，傅老板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刚好有个学生呢出了一点问题，就留下了一个名额。既然你是杨总的朋友，他又开了口，那自然就留给你了。哎呦哎呦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哎，不过有一个情况，不知道杨总跟您介绍了没有？我女儿英语不太好，那过去了会不会？这个啊，你不用担心。来了之后呢，先上语言预科班，就是算起来时间会长一些，费用也会增加一些。哦，好，那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能问一下，是什么学校吗？一所公立学校。说实话，不是什么名校，但也绝对不是只为挣钱的地方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我还需要准备其他的吗？等一下我给你个清单，你按照上面的提示把材料准备好发给我。哦，等一下我把邮箱地址发给你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您发给我，发给我。哎，好好，拜拜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事儿还有转机。您就放心吧，勇哥，到时候会以书面录取通知书的形式寄给您。哎呦，真好，你呀，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要不然回去之后你嫂子指不定怎么跟我闹呢。咱兄弟俩之间客气什么？
哎，对了，勇哥，那个采购矿石的事现在怎么说啊？王旭啊，哎，我呢，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。你看，现在鼎华出了事儿，一时半会儿也不会从我这儿买矿石，我也着急得很。关键这东西，它也不是我想卖就能卖的，开采、销售各方各面都得需要相关部门的批文。啊，批文的事我们已经在办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还真有路子？嗨，我哪有这种路子？是我们公司的运作。龙哥，我跟您说，我们这个星创科技啊，虽然是新公司，其实背景还是挺硬的。这样，云哥，要不然您回去啊，先去着手准备一下。等我这边一旦有了结果，咱们马上就可以交易，好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来准备，我来准备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来，好。鼎华这次事故的原因已经出来了，具体什么情况？玉浩然提供的数据中有一段无意义代码，这也就奇怪了。如果玉浩然真的想破坏这个项目，他完全有更高明的手段。这件事情我之前跟宋局讨论过，不排除有人陷害玉浩然的可能性。对了，宋局，还有一件事，林总想让国企介入鼎华，在这次会议中，庞一山对这件事情提出了强烈的反对。国企介入对于现在的鼎华来说不是最稳妥的选择吗？庞一山为什么要反对？而且怎么又是他？力挺玉浩然上位的不也是他吗？我觉得这两件事没关系。庞医生也没有说自己反对的理由。要说理由，这可能是鼎华在经营上的一种策略。庞医生认为，没有国企介入，他们的自主性会更强。不过过去的十几年来，他们确实在执行这种策略。我觉得想要调查这次的事情，还是要从事故本身入手。如果于浩然真的是被人陷害的话，傅子轩，嗯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是可以篡改数据的？也有可能是远程篡改。远程篡改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很有可能于浩然本身提供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后来别人通过技术把它给远程篡改了？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需要验证之后才能下决定。宋局，你能弄到密钥吗？您还有未卜先知的技能？尽快。好嘞。晚了，我在门口的时候我就听见了，俩人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。说说吧，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？前进。
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。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哪怕一生无名。